如果冇其他發言呢，我就作為呢個項目呢本身喺討論咗相當足夠嘅情況底下，秘書仲有邊啲未發言嘅講俾名單我。已經全部係按咗樓嘅，對於個37A 嘅已經作咗一次發言啦。咁我已經係照我原先嘅決定咧，我已經做出咗一個安排。咁啊，以下嘅咧，嗱請注意咧，以下咧，因為37A 咧係已經作出咗主席決定咧，我就唔會再作任何嘅改變，亦希望大家咧知道我哋作為一個議會咧，我哋只能夠按照規定你去辦事。秘書係咪可以安排？好，咁啊，作一個休會。休會辯論，休會辯論咧就係而家我哋按照標準嘅每位三分鐘嘅安排，但係咧。由於嗱，依個重複性嘅一個咁嘅辯論咧，已經唔止一次啦。我想聽一聽，係休會辯論。我再講一講就係原先呢度有原先嘅規定嘅，喺呢一方面嘅情喺時限方面咧，係不得超過委員會所決定嘅任何時限，或在未有這方面決定情況下，不得超過三分鐘啫。即是話委員會如果有決定嘅，就按委員會決定；如果冇決定嘅情況底下，先至係不得超過三分鐘。所以這個安排呢，我而家亦都作為一個主席呢要作一個決定，因為同類型嘅我哋已經係進行過好多次。我而家決定俾委員會一個表決，就係是否接受三分鐘，抑或接受一分鐘，係兩個。而家如果係由一分鐘開始，我如果問係超過有關嘅，我哋就作為一個決定。我唔再浪費大家時間。好。記名投票，係一分鐘，先投由一分鐘開始。係一個咁簡單一分鐘嘅決定，我唔希望大家再浪費時間。而家一分鐘響起，點票鐘響起一分鐘。我再一次講，係議會裏面有31条俾主席作出一個決定，係建議提供1至10分鐘。如果一分鐘係通過就一分鐘，兩分鐘通過嘅就兩分鐘。而家我認為係之前已經同樣嘅建議咧，已經係處理過，所以我係酌量處理依家咁嘅安排。大家留意，好，而家请各位表决，请大家表决。请各位，
请你边啲未揿嘅，请尽快尽快揿。请你哋尽快检视你哋嘅按钮。你哋未人坐翻埋位，请你尽快坐翻埋位，因为大家系核对你嘅座位嘅。好，请大家核对你嘅表决，核对你嘅表决。核对表决，请宣布，请宣布结果。大家请大家安静，会议继续进行。如果不埋回座位的话呢，议会要继续进行。现在正话就是第一个表决，一分钟呢那个结果，即是我们討論一分鐘的結果呢，是被否決的，是51位出席，24位贊成，26位反對，是被否決的。跟住馬上坐回埋位，黃毓民議員。我們現在正處理緊，請你靜一靜，我請秘書再作一個小小的解釋。主席，或者我向委員會匯報一下咧，頭先個議題咧係委員會動議咧係將個發言時間係變做一分鐘嘅，或者聽埋我講先啦嚇。請大家肅靜。委員會的建議咧，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坐翻埋座位。係頭先嘅建議咧，係委員會就住嗰個中止待續休會個辯論嘅發言時間係一分鐘。咁當時投票嘅結果咧係反對嘅，反對嘅意思咧就即係意味住委員會係反對轉為一分鐘。咁根據程序第39段咧，而家係除非委員會另有決定，咁委員會冇呢個決定咧，咁就係維持翻三分鐘。好嘛，嗱已經好清楚啦嘛，希望大家唔好。好，而家马上安排发言，请发言嘅按下按钮。